稍等一下，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道具老师，我让你给我准备个围兜，是防止水进进去了，我的水全部都在里面。你给我准备的是什么道具？没有一个能有用的。而且这个现在这个水啊，一直在往下流呢。哎，堵住！我腰带勒紧。前两天我录完节目了以后，朋友给我发了个信息，说你有事没事来趟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我说行啊，他就把我拉上一辆房车。哎呦，我说去哪儿啊？他说去内蒙。我说好，内蒙我也没去过。咣当咣，咣当咣咣，逛了6个小时就到了乌鲁木齐了。等一下，到内蒙去了乌鲁木齐？你在说什么啊？就到了呼和浩特了，你知道吗？在车上已经逛到了6个小时了，本来就想吐，但是内蒙人特别热情，有2溜的那个长队在欢迎你。然后我就下来就喝酒，又有酒就哈达，一边喝一边接哈达。50米的队，我走了30分钟。天哪！真的啊，走了什么？田园哥以为自己的故事讲到获得了满堂彩，没想到是薛之谦解开了自己的纽扣。你能不能别害人家？太湿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田园哥说：“天哪，我这故事回春了。”元哥说：“天哪，我还没有讲到包袱的时候，大家居然笑了。我帮你擦好吗？”没事，没事，没事的。然后一看，所有的观众没有一个看他，你们太过分了。讲完了吗？没有，还有一点，真的，50米的队伍走了30分钟。我说这个太高的礼遇了，我自己在想，我说我何德何能，我都不配让人家这么就是去款待我。哎，那倒是的，还真是啊。最后你那个朋友来这两天结一下账，60万。当然我自己真想了，不配。我助手是内蒙人，我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对我？他说，内蒙人的待客之道就是把你喝好、喝倒、喝服，才是最好的待客之道。对对对，哎，说到这个喝酒，你先别说，沈梦辰，局长，你要质疑我吗？我刚才非常质疑田园特工的故事，因为他的故事里边，我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 bug。音乐老师，给我一段音乐。2分半就可以走完，对，那一路走一路喝，你刚走过去这一点，人家说这杯你没喝完，来回来又喝，一路走一路喝，喝了50米，是不是？喝了50米。好，大家来，我们又来做另外一道题。他一路走一路喝，就说明两边都是人，对不对？两边都是人，汗，都是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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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基本上3个人站在一起为1米，那50米的意味着一路走一喝，就说明上面有150个人，下面有150个人，对不对？总共300人，这是田园特工，他一路走一路喝，一路走一路喝，一路走一路喝，一路走喝，等于说他要喝300碗酒。就算每一碗酒，我们就算1两，就有30斤。30斤酒，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。来，陆思航，请把30斤的水搬上来。啊！田园特工，请。你在半个小时之内50米喝了30斤酒，这样，如果你现场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这桶水喝完，不，我觉得这样，我们也不要让他半个小时了，我们就让他在这个节目今天录完之前，你就捧着这个，就证明你今天没有撒谎。田园老师，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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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李一小姐带下路，是哪位？这是哪位客人点的酒啊？哪桌点的呀？来，这桌哈。先生，您的酒。哇！哇！谢谢这位先生，又有一个故事再次否定了自己。元哥加油！真不容易，为了活下来，我跟你讲，什么事情都敢做。叫罗是吧？哎，大哥，我先喝着啊，我先喝着，我先喝着。这个环节做完了以后，年轻的特工说：“不留下来就不留下来。”怕了吧？怕了。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吗？我只配这样。这局长啊，说到这个待客之道啊，
我想分享一下在座的一个人的待客之道。谁？让我压力非常大。谁？这个人就是局长。啊？哦，前我去找乐乐姐去玩，就是正好到了饭点，他们就非常的客气说，孟晨你要不要留下来吃饭？那你也不客气，要。对，我马上就答应，我说好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韩哥家里吃过饭，我就想感受一下。完了呢，就大家一起吃饭，他们家的那个菜也是非常非常的家常，家常到还有两道是中午吃剩下的剩菜，这很正常啊，不能浪费啊。好，就是很随意，没把你当外人。对，没把我当外人嘛。然后小木木就坐在旁边非常乖，然后乖巧的在吃饭，吃着吃着他就说，爸爸我想去玩。然后呢韩哥就说，不行，因为你现在吃饭，你不记得后面墙上写的是什么了吗？然后这个时候小木木就说，我知道，叫晚进福至，你一定要把碗里的饭全部吃完，这样福气才可以到来。然后说完之后，小木木真的非常乖，把碗里所有的饭都吃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把碗筷放下说，爸爸我吃完了，我可以去玩了吗？哦，对，他是这样。然后韩哥说，可以了，你去吧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我碗里的这个饭，二妈咬的饭。二妈，对，因为就是就很客气，就咬了很装了很多。其实我晚上是不吃饭的，我在减肥，但是看碗里这么多饭，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把那碗饭全部吃完。晚进福至，晚进福至的。这个你会觉得有压力吗？不不不不，其实还好。我觉得你肯定对台本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，韩哥家里太吓人，肯定是这样的。一上节目，哎呀！我现在待客，你们知道会是怎么样吗？我现在待客就是小木木，不管谁来了，来小木木，来弹一段钢琴给叔叔听，快快快过来背一个唐诗。有了孩子之后，真的就是这样，才艺学。那你真的特别需要像我这样的朋友。每次别人来我家做客，我就真的特别害怕别人在我家觉得不愉快什么的，我就会搞一下才艺展示。你等一下，是唢呐吗？对，是唢呐。我今天给大家吹个百鸟朝凤。哇，一二三。真的有，他自己吹的。哟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假吹，呆到了，假吹，假吹，怪不得要吹之前，来，三二一，刚才那是一个表演，不代表就是一定要真吹嘛。你现在真演，我们听听。一导，你一定要状态还是要在，但是吹得不好没关系。对，我们后期给你配音乐，好吧？